一米多长啊。可以说那老娘们呼起来六八个小时了，也是应该差不多了。上来了啊，但是这些五十几是看不来的。兄弟们啊，这是一早上钓了一个，在爱河里边里钓了一条，是属于锦钱鲤，叫也叫闪道鲤那种，咱也说不清，反正这个鱼种吧不是那么特多，咱们准备给它放了啊，让它繁殖，给它放生吧啊，这是稀有鱼种了，算是鱼种特别少的鱼了。好嘞，游过去吧啊。好嘞，这小环境特别优美啊，喜欢钓鱼来这地方钓，全是野钓。